观察市场行为，品味多空变化，大道至简，财富加冕。大家好，欢迎来到 JB Crypto 频道。好，今天的课程非常重要。昨天比特币呢出现快速拉升后，迅速下跌，目前又再次拉升。那么这样的阶段怎么衡量、怎么操作呢？有哪些机会？如果你对这么有兴趣，那么相信呢今天课程对你有帮助的。那么，呃，这样的阶段呢，我们看一下咳咳电报群一样经济操作还是可以的。 哦，大概有看一下、哦，四十六张单子加刚刚比特币空单是四十七张，刚刚单子并没有快速盈利，所以就没有发出来大家更新。那么整体上来说呢，大概是有一个三三十一胜五百十万这样战绩啊、哦，我们加这单加单子嘛。那么有这样的一个水准，如果手不错，全部去玩，那么加 VIP 嘛，我带你去现在操作你背我了嘛，是不是？好，那么如果想加入 VIP 跟我们学习，需要怎么做？你需要点击我们影片下方链接。 连接下方点击即可加入。然后开我们电报，这种电报大群，但大群不会有细部点击提如果你想要更细部的点位操作这东西，那么需要怎么做呢？你需要 OK 私讯我，怎么私讯？电报搜寻 @JB Cryptotrader，复制我的 ID 之后，ID 复制到电报群搜选位，贴上，然后呢，打说哎，我想加 VIP，我就跟你讲加入，非常简单。 那么这么简单一个流程呢？如果想加入的话，就照这样完成吧。你就打问说我想加入 IP，我就跟你讲我怎么加入了。那么看到这日海面，看一下在这样的位置怎么找入场机会呢？首先我们看一下这个水平的一些供应和需求位，下方的区间呢我们看一下，看到比较短周期图表，短周期上来说呢，毫无疑问这个地方是我们目前的一个需求位嘛。 如果价格有回落这的机会，那么可以多介入；没回落就不做嘛，非常简单。那么目前这个调整是没有很多，就直接上去。后续我做回踩踩稳了，也是可以做进场，直接上去我们就不做了嘛。OK，很简单，并不是预算市场出现什么的做什么，没有出现就不做。找其夹机会嘛，比如说做空啊这些都可以。那么这样的位置，啊，多头还是比较强的。在昨天出现这根阴线之前呢？ 这样之前，你问谁都告诉你，空多头比较空头比较强。后续呢几根阳柱拉上来，又会代表说多的比较强了。所以啊、呃，最近行情呢这几段，尤其今天呐、啊，往返是比较没有比较无序的，也就是说市场的分歧比较严重。就很多人觉得哎，认为说会会涨，所以提前做买入了。但上方呢有人认为哎，到顶了，涨不上去，了，是卖出了是吧？同时我们看哦。 之前有说过这个潜在止盈目标、啊，它也是到了这个三八的反转区间。我们上次面讲过嘛，这个非常非常明确而且漂亮的这个斜波反转结构，在八八的反转区呢，这里方出现一个拉升，这里嘛。反转后呢，第一指引目标怎么抓？第一指引目标会在我们这个，我们先看啊，先确认一下，什么是八八的反转区？ 由斐布纳器数数字构成的，看这里，八的可能位在三八七九六、三八八零左右，这会、个、出现反转，所以这里反转后，第一止盈目标怎么抓呢？第一止盈目标呢，我们会抓在右侧结构的 C 点到 d 点的回撤位，三八和六八的位置。所以这两个点呢，我们第一目标位已经到了，大概是四万一千九百五、四万二左右，这会出现了一个迅速下跌，后续再度去强势试探。虽然这个量是缩的。 但是呢，反向来讲，你看这边空的放量，但空的放量并未能持续，而是持续被几根阳柱拉上去。虽然来说啊，整体的多头是比较强的，所以我们整体上来说呢，在这里呢，我认为思维要转换一下，可能要寻找做多机会为主。OK，因为整体上，买空的比较强，多的比较强，所以我们还是要了解一下情况。那么知道之后呢，我们看一下三八的反转位这个位置，如果有效上破，第一看哪边，第二个看哪里，四三三零零。 前面的波浪高点，照上看怎么看？四万四千五，还有四万五千五，这两个区间都是特别重要的我们把这个不需要的斜波形态删删掉好，那么大致上知道一些状况之后，我们来拟定一些交易计划吧。这边如果直接做拉伸呢，后续可能会有能耗尽的问题。比如说这边持续的涨到这边这样快的话。 那么会在四万三以上需要做空机会。那么如果它能给到我们下跌做多机会，或者说它比较稳一点，比如说这里形成了一个箱体，比如这边形成一个箱体，那么我们现在箱体内部的寻找低多高空的机会。整体来说啊，这边还是多头比较占优的。但如果多怎么得来的？空头放量，但是为了下跌而持续被几根阳柱拉上去。所以目前来讲，如果是一个非常有效的一个一个供应区间。 那手手角图啊，供应完后呢，价格是要持续收红并且下跌的，但并没有马上拉根阳柱。即便说接下来无法直接上破，但后续如果出现几根彼此交叠的阳柱，在阳阴柱在阳柱,柱的区间做内做一个震荡的话，那么可得这个结论，你这边行情比较犹豫，你说方向并没有确定，那么这个箱体顶部呢，可能会抓到前高点四万千二，可能抓四千五左右这附近。 整体来说呢，这个区间呢、啊，短暂的可能会需要一段时间震荡筛选的方向。所以，如果是要抓趋势单的人呢，朋友、啊，这几天可能并不会有一个明确的趋势。整体上来说，还是抓呃一些短单为主，或是接下来操作一些计划。那么，首先了解到一个这样的一个概念之后呢，我们就看，那么在哪些机会怎么操作？上方大概是四万二千二以上的位置，如果针对上方的点做上或失败，还是可以做空的。 但是呢，只会是短空，OK，只会是短空。那么整整体来说啊，这张位置大概率可能会去上破。那么如果它没上破下下来的话，找下方地方做多嘛，OK。短线上我们看一下推动级别，推动级别上我们看得出来，这这个地方由原本是一个半小时的 EMA Ribbon 推动，后续跌破之后我们回踩到一小时一小时的推动，一小时推动呢回踩可能会在四万一千五附近。 参考，如果踩破的话，在两小时，两小时的话，看一下，大致上四万一千二、四万一，所以我们就抓四万一到四万一千五吧。如果回踩的话，可能是潜在接多机会了。就这一波拉升整体上比较强的，而且整体上低点，我们低点做标注嘛，看低点，用水平标注，看这边低点嘛，这边也是低点嘛。只要这个低点四万四零五七，57, 然后短线上四零九零零这个点不要被跌破。 整体来说呢，多头的这个结构都非常完整的，非常完整的。那么知道这样的前台情况之后呢，我们可以寻找一些机会，假设回踩找做多机会，或者说涨去找出做,做空机会嘛。这整个箱体区间呢，尽量维持一个低多高空的原则为主。好，那么整体来说呢，这间大上交易计划，如果你是想找一个趋势单的话，目前没办法给你一个明确答案。毕竟说它这个地方啊。 目前四小时的均线正在金叉，呃，正资金插队，走一个潜在往上走的趋势。那么接下来，如果它能够有效这边盘整足够久，并且上破的话，那么大概率呢会去触及到上方的一些供应位哦。也是我们刚刚讲过的这个区间，同时也是我们原本这个这个斜坡形态的止盈目标价格嘛。我给你们看一下，再画一次六一八八的区间在哪里呢？在这个。 四万四千五左右这个区间，如果触及的话，也是会是你潜在来讲可以做空机会。那么我们就先不预测那么远吧，行情一段要看，整体上来说呢，我还是认为这个阶段呢，形成一个箱体，做一个更进一步的整理的可能性是比较大的。所以大概是抓四万二千二、四万千五到四万九百这个区间做一个震荡。好，那么以上就是今天的一个课程了。如果看到以太坊的话，目前的话，以太坊的走势是比一比特更弱的。 看得出来，这几天呢，以太坊的强势程度呢是比比特币压过去的。看这里，也是和比特币对价形成一个区间的震荡。OK，还没跌破这个跌破的支撑都是一个强势的，跌破之后呢，以太坊可能比较走弱；上涨的话，比特币涨比较强，这样子。那么咳咳以太坊这个位置呢，这个结构也就比较丑陋啊。这个地方，你说它是什么结构啊？这个地方上破这个前高点再打下来，也不能说头肩顶。 它可能会是一个走個楔形，或者说你这边做的底部结构上去都可能。那么这个地方，也太坊就先参考别的币走势吧。目前上来讲呢，上方主要的供应位三千三前高点，三一六零、三一八零这个区间，我们先大概抓一下嘛，上移一点，大致上供应位可以抓成这样子，大概是三一八零到这个三一六零区间。 是我们这个主要的供应位，昨天初期也是出现比较快速下跌。那么目前的话，比特币已经拉升到了前高点附近了，而以太坊呢，目前还是落后的，离我们昨天的这个三一六零还是有段距离。所以目前看得出来呢，以太坊短暂的是比较弱的。那么以上间课程嘛，如果你想找更细不操作机会，哪些时间点应该做什么操作，风险在哪边，走衡量？那么你需要加我们 VIP，我带你去向你背用完了。好。 那么以上这些课程，如果你想要哎加入我们电报，享受更及时机会的话，OK，按赞、订阅、分享，了解最及时资讯。OK，我们下期课程见，拜拜。